好，开始。我是去年什么时候来的？第一次是五月的，去年五月。对。所以现在是跟去年五月在比较。最后一次，对，最后一次我不知道。我好像做了两次还是三次。结果后来我记得最上面的那一次最近的一次你跟我说我的髋关节跟我的手有问题，那你说之前没有测到那些是小障碍了，那个不是要在那里钻。可是确实我去林克彦林教授那边是发现有这个问题的。对，那个无论用哪一种方法发现了，就把它处理就好了。那我是想说，如果可以的话，这次这些问题点，最主要它是在于侦测人体没有侦测到的内在的危险的病后。这是什么东西？它停那么久？它侦测肠道的位置，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刚刚我妈妈做的时候好像没有这样。你妈妈测的整个身体就都没有反应，都没有回馈所谓的生病的讯息回来。这又是什么？没看过。他是深入的去分析在里面寄生的这些菌，那他的一个情况。这么厉害？他其实可以深入到 DNA 里面。哦，那这又是什么？这两块？他侦测到有大肠杆菌，然后他在分析这个大肠杆菌的一个情况。在这里花了蛮大多的功夫，这是我的骨盆腔，这是什么？里面的菌还不止一种。哦，是有异常才会做这样的分析吗？对。之前都没有，这样做。这是有更新过吗？这个软体？没有，这次只是我们把它开放，就是让它能够深入的去解析而已。之前来讲，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为检测者就是做深入的分析，大概知道自己的健康状态这样子而已。今天想说已经有一段期间了，所以你就把它深入一下。哦，这是脚。不是，刚刚那个骨头的部分，在坐骨神经这个地方有相当大的问题。哦。但是胃部也是有相当大的问题。哦。
全部都是四号点，就是呈现一个比较能量比较弱的一个状态。嗯，这个十二指肠也是一样，那里面有很多菌，杂菌，各种的杂菌，有大肠菌，有脆弱什么什么菌的，那是还有什么梨形菌啊、梨形虫这种菌。是表示我的问题蛮大的嘞。算是不是很大啦，算是跟一般正常人一样。我们东方人的饮食里面含有的益生菌，现代的东方人饮食里面含有的益生菌很少，所以在肠道里面大部分都是不健康的菌。这跟我常常会耳气这样，在公共场合很不好，很不礼貌的耳气，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您的那个胃部的能量比较弱，就会有这种情况，食物积聚在那里。判断来讲，应该有轻微，应该啦，有轻微胃下垂的这种倾向，可以去，去医院检查看看吧。当然，调理的方法，西药这个是没有办法调理这些东西。曾经做过那个成人健检啊，我全部都是正常的，除了我是两三年前吧，是脊椎侧弯，其他的都是正常。那我不知道现在脊椎侧弯这个它有没有少到，因为林克燕老师帮我调整了以后，这个脊椎侧弯的部分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其他的成人健检都没有，都是健康宝宝，对。那林佩老师跟我说，我的颈椎好像也有点问题。可是我做了一年多的绑腿健康法。在体格方面补正的部分几乎都已经调整过来了，但是我知道前一次做检测的时候，在髋关节跟这个右手都有显示有状况。现在是您的这种身体的强悍度不够，即使调正了，那你稍微劳动它还是会再偏掉。你是说肌肉的韧度强，耐力还没有在各方面，包括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因为本身并不是具备这种我们说有运动的基础这一方面的。那你调正了，事实上整个组织架构它并不是处于一个很可以承载的。比方说你如果背着背包，肩膀斜斜的背着背包走一段路，可能它有一些部分就歪掉了。我现在都有很注意我背东西啊什么，我走路的对，总是说身体哦，很难说各方面都把它调到完全 nice 啦，除非说你一天花了三四个钟头在照顾它。
我觉得觉察也是很重要。那像我现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去觉察一下我走路的姿势有没有那个踩下去是怎么踩，怎么样起来。对，这些细节有些时候了解就好，太注意的话会形成你的精神负担。这是哪一部位？甲状腺。老师好了。他画面静止了。可以拿下，可以拿下。给你看一下报告。等一下哈，我看看。14分钟，好，我们继续。好，麻烦你帮我说一下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好吗？你现在看前面如果有红球的话，就是有比较有警讯。是。如果有紫黑色的，那个更多。那我现在先给你看一下哈，这个部位。是，因为这里有五号点，然后他会帮你分析说这是什么原因出来。是。然后病理分析。他这么多的状况之下，前面有红点就是你的状况。没事啊。他有这么多可能。哦。有肺内肠球菌、大肠杆菌，还有胆管炎。嗯。有红色点那个就是
你这个接侦测出来的氧气。然后呢，就是一个，后面还有很多。天哪，这个是很细微的，它是一个预防医学。是，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部位，有可能也是在同个部位，因为它很细。看一下哈，是不是也是同个稍微同一个地方？啊，你这个它一二三四五五种。会念肠球菌、大肠杆菌、仙人掌、型杆菌、脆弱二和阿米巴，还有肠炎。OK。肠炎。它每个部位，它会跟你，然后一十二指肠，这个地方有没有哈？它每个部位帮你做检测的时候，这个或许觉得它从正面、从侧面各方面帮你做检测，哦，这个。你看这些，食道黏膜炎、肠道菌种不良现象、急性酵素性胰脏炎，所以表示我的对，还有肠胃不是很好，还有肠菌行虫这样子。OK， 好。那你这个头部这边有一个爆点，帮你看一下那个。等一下哈，我再帮你看了哈，这底下有紫黑色的那个是比较严重，这个。好，这个就很多骨骼，这个就比较严重，你们看看是什么问题。你是那个什么关节血肿是吧？因为我有杯子。关节血肿。这边。你再帮我照一下刚刚的那个骨头的那个，我没有，哎，对对对，我没有照起来。这么多地方有问题。OK， 好，知道。你是在录影还是拍照片？我在录影，也同时在拍照片。有，我有。在讲话。是。等一下哈，这个就是你，因为这个很细微。是。尚未发生的部位，他可以跟你讲。是。你的胃，这个两个地方目前有一种状况，那如果你调整的好的话，那也会解除的。幽门螺旋杆菌，还有食道黏膜炎。再来。你有后来有服用针去打？这个是什么地方？这个是那个他的筋膜。那个是血管。哦，刚那是血管。对。神经性血管病变。哦。因为它这个都有这个骨骼比较严重，它就比较紫黑色的形态，再加上绿色的，那你再来就心脏的问题。你这个整个哈，都已经有阻塞的现象，龟雕哎，这个要小心，因为我们这个是很细微，就是。是我的心脏的部分，蛮严重的。就是给你看一下。那这边什么时候要开始上课？上私房课？这大概那米端子那些。就是狭心症，血管阻塞性局部缺血。局部性缺血。血管阻塞性局部缺血，还有狭心症。你要推到他们后面吗？大脑动脉，这有一个地方啦。
大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我没看到？就这个，有没有？那个纸。哦，那是指哪一个位置？我要买一整叠，看这边用不到吗？像这个，这个大概就是。还是这边有。那我们也是神经特异性血管高压性病变，这样子。做错了，对S 如果有影印过的，那个我们把它整理，我家里还有一些，就把它整理。哪个地方有问题，哪个地方没问题，他都会跟你一清二楚的跟你标示出来，而且甚至哪一个位置，特异性高压血管高压性病变。嗯但如果有改善，他也会给你。那有说到我有改善吗？那个现在还没有啊。你现在检测出来是这个样，你那回家都看到。六阶的危机警讯出来。而且大部分都是血管的，那特异性血管高压性病变。血管的血管的。你在哪没处理吼，要不然你若去医生馆，他会叫你去装支架。我知道，跟我妈修法是一样。你后来去抓什么东西吗？她就改了情况。这样叫做黑点无无。哦哦。这样。那时候到最后站很前面，叫黑点，叫无无的话。哦。很前面，他是正切、横切、正看、横看那种。他自己个人。都是这个问题。是我妈妈。特异性血管性高压性病变。什么位置他都会跟你标示出来。心脏瓣膜这个地方。他就交代你这个。嗯。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这刚刚那个。你那个就是哈，你的声貌什么半狭窄。你的心脏的问题，因为这部分是非常。非常非常精彩，因为他知道我有在修，你看，真的是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跟他们说我们在录影？他的声音可能会很随口就讲到。你先卖抖音，你要拍照也录啊。对，我就录啊。你要跟他。你跟他讲小声一点就可以了。他说他的。这个就是你心脏的部位嘛，那个地方有问题。这都是卫生署认证过的仪器。左大腿动脉，这个地方有阻塞，那个五号点有没有？嗯，左边。左大腿的动脉。对。就是你现在的状况，你是都是血管的问题会比较多一点，因为血管的问题要引发你看特异性血管高压性病变，全身都布满血管，如果你有这种问题，那它在心脏就心脏病，在脚就脚的问题，这个也是一样，有没有？这个部位在这个上方这个地方，你的，还有再来，你的脊椎神经在这个胃胆靠近的这个。就是坐骨神经这个位置，神经性血管病变，啊，这个地方，再来，好，就这样子。你刚检查过，大概是这样子，OK。那其实绿色的球就比较不需要去那个。所以我就是心脏，就是血管方面的问题比较多。然后大脑，好，又大脑。对。OK， 我现在给你看一个大姐的病例给你看。就不用照这个，不，你先不要照她的。因为我这个要上网站的，就这样子。这个是你目前的状况。当然健康是要很多条件配合的。是。所以我现在是看起来是肠胃跟脑的血管跟心脏的血管跟脊椎上面的。这个脚。
那你看脚，那是左脚还是右脚？还有你的骨头。啊，骨头。对，你的骨头，刚刚骨头那个是，对啊，你记不记得那个骨头？全身的骨头。对啊，骨骼啊。嗯。有没有看到？嗯。这个地方有没有？嗯，这几个地方的问题显示出来。嗯。所以表示他现在正在改善当中。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你之前怎么样，那要做，要做那个比较才会知道。好 ，OK。好，谢谢。客气。好了吗？好了。我现在好给你看一个，就是说，因为别人都不能照，别人照了也没用。你现在好，就是比较。哎，我不行了，11:21我要走了。好，我要给你看一下那个。比较哈，就是你，你去年的11月。